这一批鸭子很奇怪，都是蓝紫色的。又出来一个麦鸡，那又是这种暴力破解。它直接这样顶开，它们都是横着出来。给你们做饭，给你们做饭。这三个应该是一窝，但是我不确定。终于来了个白的，把它给剥出来。这状态已经可以直接剥了。翅膀出来了，顶啊，顶开。要根据血丝来判断它要不要出壳，不是时间到了啊！拨开，拨开，你妈死掉了！拨开，它一般要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在里面猛地挣扎。你们要鸭子的，送不了。我附近很多朋友要，我的数量现在不够。朋友他们优先，你们就往后面烧吧。外地的就是送蛋，送蛋现在没有蛋，不好操作。把它搞出来，其实捏的嘴巴一扯就出来了。把脑袋扯出来，扯出来。然后就不用管了，让它自己爬出来。这嘴巴也挺长的，没办法。这一批自己孵的没什么白鸭子，全部是，都是原紫色的。它应该等一会儿就会爬出来。出生了，金黄色的，确实是有一点点。天天是各种出生的，